两好三坏。这球打成了外野的飞球，看看够不够深远。左外野手接球就定位传回本垒，这个球传得蛮准的，哇，不守接到奥斗，哇哦，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杀守备，左外野手相当精彩，张明杰一个非常可怕的，在七局的后半，这个左外野方向的双杀守备是相当精彩，我们再从慢动作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球是张明杰处理得很好哈，他先看到左外的一个飞球之后向后移动，增加他一个向前接球的一个助跑的一个动力，然后长传本垒，一个弹跳呢让陈丰明接到，整个还差两步，当然陈丰明也把整个本垒板护住啊，整个。